嚟到巴塞隆拿，除咗睇高大嘅建筑，仲有咩好玩呢？位于市中心大街嘅街市系巴塞隆拿觅食嘅首选嚟噶，有近500间店铺，究竟有咩买呢？有啲糖果同埋干果，可以喺度俾你饮啦。带翻香港做手信咧，就最啱。眼都花埋一啲，品种多到好可爱啊！仲可以试食添噶，好味，调味料啊！唔知系咩嚟，但系好靓。今日咧系番号啊，听讲咧去西班牙嘅手信必买噶。我已經買了一盒了，勁多！係啊，我越行越肚餓啦，已經。其實一路行咧，呢度都好乾淨同埋舒服咯，唔似得平時街市咁咧個地下濕淋淋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去呢啲 market 咧，就算你唔買嘢都要行下啦，真係。行完一輪，梗係去 tapas 店呢套啦。细细粒容易食，肉质又饱满，咬埋流心蛋拌食一流啊！呢度咧有好多铺头咧，都系卖新鲜生果啦，同埋鲜榨果汁。食完啲咁野味嘅嘢，饮翻杯果汁就最啱啦！呢间人气黑毛猪火腿店，老板同埋员工都好乐意为大家拣最靓嘅火腿噶。首次火腿可以清楚知道筋骨的位置，既可以保持油脂，又可以控制口薄。试食时间啦 ，W 小块，油香满溢，脂肪柔软，富果香，大回甘，配埋口感清爽的 Kava 最适合不过。火腿的价钱比香港平成三分之一，入货是时候啦。小店是在毕加索美术馆附近，产品全部都是自家制，还有不少小朋友专用的产品。连磁石都得意过人啦。这个是巴塞隆拿最大的二手市场，金属顶缝勾晒，特别好像高级版的铁皮屋。厨具、摆设、玩具等等，咩都有。不过货品质素参差，要小心啲拣啊！拣唔中心头号嘅，当系体验下巴塞庶民嘅一面都唔错啊！